世界上实现了最接近三角钢琴的表现力和触感的立式钢琴，阿波罗 3S 系列。请看 3S 优越的表现力。这是踏下弱音踏板时音锤的变化。一般的立式钢琴通过缩短音锤到弦的距离来缩小声音。与此相比，三角钢琴通过减少击弦数量，达到音质更加柔润。3S 系列立式钢琴和三角钢琴同样，通过减少击弦数量，使声音更加柔润。请看 3S 优越的触感效果。一般的立式钢琴因击弦机在使用弱音踏板时，因结构上的原因会产生一些游离空间，为此有比较难控制纤细表现的缺点。阿波罗 3S 系列立式钢琴在使用弱音踏板时，通过横向滑动音锤解决了这个问题，使安定的连弹性和良好的触感得以实现。实现了安定的连弹性能和触键感觉。请看 3S 系列优越的连弹性能。阿波罗 3S 系列立式钢琴拥有每秒13次之超快的连击性能，所以感觉不到连弹时的声音不稳定性。如上所述， 3S 系列钢琴拥有可以和三角钢琴相匹敌的连弹性能，能充分满足您的感知。阿波罗 3S 系列，真诚希望您能亲身体验。